早上起床刷刷牙，刷刷牙。拿个解酒液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亲爱的，你愿意死后葬在我家祖坟吗？这边能给你的不多，只有我全心全意的爱。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结婚绝对是两个家庭的事情。离婚了没关系，你不要来参加。婚前婚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要举例说明。做爱次数少了。为什么？最直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结婚婚礼以后，就变成一个共同的家庭。嗯，你们会以家庭的第一目标为重，嗯，而不是个人的信誉为重。哦，嫉妒心会比较重。哦。双方都会，因为一开始是男未婚女未嫁，对，当然没所谓的，就是就算有也是还 OK。可是结完婚以后，他会有这些问题出现，说，哎，你特别的会说，哎，你干嘛去哪里啊？那我们也会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这么晚回来啊？工作怎么样？怎么跟谁啊？干嘛？工作完了吃饭跟谁啊？干嘛？会比较这样子的问题，就是 care， 不能讲说嫉妒，应该就是说。会更关注一些事情，然后比较容易会嫉妒，这样。那会不会吵架呢？吵架一定是会，因为一直在磨合。但我一定要跟很多人讲，就是说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情。老外也许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这种态度里面，结婚绝对是两个家庭的事情。嗯，两个家庭的事情绝对是。那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问题，就必须就会浮上台面了。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是不是这个礼拜如果住在家里，可能。问题会比较多一点，跟爸妈一起住。如果是出去住的话，还是会有问题。比如说，你这个礼拜是不是要回家吃饭呢？是不是要看看爸妈，看看弟弟啊，小孩子啊，看看弟弟的小孩子啊？那是不是要，下两个礼拜是不是要到你家去看看谁啊？这样子就会有很多的家族的问题，并不是你两个人说啊上班累啊干嘛？以我们这种人觉得不敢讲说是最孝顺，可是我觉得礼数还是要有的时候。就会很多的矛盾出现。自然生产的是常常产生的是我恨你，对，我恨你使我怀孕，听到都是这样子，对，都是生气，因为跟他们的幻想的梦幻不一样，那种痛是没有无法言语形容的痛，哇塞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老公被捏，对，要不就是被骂，你害死我，永远不要再跟你在一起。OK， 自然的讲完了，我们讲剖腹，剖腹更糟，等到醒的时候，他。第一个眼睛张开看没看到你，他会记恨一辈子。真的怀疑他是瞎酒，为什么他会瞎成这样？我很瞎吗？不但瞎，而且还冷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讲笑话，我讲真的耶。对。OK， 好，非常好。今天这个问题，干嘛冷笑？我们已经确定了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讲。他们两个都讲说，结婚前会有点担心，有点害怕。鹏哥，你当初会吗？我怕的话，我就不结婚了。我也是，我就是神志无知啊。既然结了，我就开始对，其实没什么好怕，我觉得。你看，所以说还是要担心害怕一点。真的，其实要不是你计划，其实想担心害怕，担心害怕是正常，因为你是先有小孩子。对，这个是应该的。我觉得问题是在这里，而不是观念不对。你看，我现在慢慢的，我的婚姻状况也是有类似的，像我们这样比较类似状况，就是说另外一半，现在我的另外一半慢慢的变成艺人。慢慢的在变成艺人，那一直在上节目，那上节目以后，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，就会有人问，哎，老婆呢？像我刚才来这边录影，有人说，哎，老婆呢 ？Even 我到酒店去，老婆呢？在家，满意吧？满不满意这个回答？在家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被问到，真的会烦，结婚归结婚，不是说一定没事，什么事情都要在一起。有的时候很多场合是不方便的嘛，真的很烦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讲一个笑话，很好笑。前两天我跟迪英去打球，一组就我跟他两个，结果那个杆弟说：“哎，迪英没来啊！”哇塞，他说我要杆弟耶啊！他说：“哎，你老婆没来啊？”那我说：“对，没来。”他说：“哎，那带马子哦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带马子。”所以因为迪英打球把脸都包起来，都包起来。那杆弟出院了没有？头上是大吗？对对，其实结婚是必要的。我觉得要看一个人的这个个性，还有他适不适合婚姻。
我们现在讲说，以比例来讲，大部分的男人是会结婚的。嗯，有小康有一阵子吵着要结婚，你知道吗？会变的，很多时候会变的。就对方不愿意，然后就这样一直拖，一拖，后来又往事不愿再提。小康可能是因为那一次以后，这是 timing 问题，变得不想结婚。其实我觉得结婚呢是一个冲动，而且它周期很短。嗯，说不是他的想要这个冲动期很短，他周期可长可短。嗯。像我陈平，他说啊、要结婚，去年就开始规划，规划到今年，我还不晓得结婚日期是什么时候，哦、你知道吗？他的酒量，我们到山顶上，他们80岁的老头都比他会掰，真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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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次在那个丰年祭也是去他那边哦，等一下8点开始，7点半就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吐在旁边。对，讲到这个我要插花了。我们一起去阿里山的时候呢，然后哎，这是我们咒祖的勇士的咒祖哦，他打蛇英雄，那蛇有多长呢？有16公尺啊！哦，他的身体跟这个大腿一样粗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绍兴来，兴绍兴不见，绍兴在收袖什么？那边的女生，但是他忘记。一点呢、啊，周族是母系社会，只有他先比我寡。周族父系，父系啦，是父系啦、啊，只有我们阿美族才是啊，母系。哎，所以嘛，原住民有在研究调查嘛，结果我挂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是我挂。那个后面摩托车你先走、啊，然后也不知道，摩托车你先走啊，先走、啊。到底谁先挂？你先挂的，我先挂啦。对，哦，我先挂、欸。今天谈的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？不是说谈喝酒是人生的死刑吗？不一样。我一直觉得啊，这个女孩子聚在一起就很爱发牢骚，很爱阴玩阴玩。我没想到你们这几个结过婚、离过婚的也搞这一套。会啊，男的是要怎么样才会那样阴玩呢？因为你们结过婚，黄汤下肚之后就是阴玩。对对对，从婚礼开始讲，婚礼有很多快乐事情、嗯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婚礼的时候都要把新郎弄挂？是有什么好玩的？是因为热情吗？热情绝对是有，热情绝对是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我觉得如果用严肃的角度来讲，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人类社会体系是父系社会，嗯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新娘啊，你就要听这个男的。哎呀，好，这个男的就要当家主事，嗯，然后父母亲呢就是。儿子，你将来就是成人了，你将来就是这个家的家长。哎呦，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够太多的压力在身上？对，你今天能不能撑得起来，就要看你是不是。可是大部分都撑不起，都大部分。你起来安多全，你撑起来了，你撑起来了。啊、我还没办婚礼。不要再逃避了。还有一种，我觉得是好玩居多。还有，对对对，好玩居多。还有一种报复，报复。对，其实再好的朋友，我都会对他有怨言。我今天就要弄挂他，不能行动防花烛夜之时。这个有点阴沉。对对，是啊，拿个解酒液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等一下喽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不能再喝，多喝点水啦。他脸红成这样子，我最后一杯敬你，把他杯收起来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讲的是跟冯哥讲的孙鹏讲的同一个角度啊。哎呀，对，是同一个角度。不过我是说好玩，好玩。对，那个报复，他讲的报复也不是真正的。对，我要弄你。今天是你的日子，我要卡你一次。对对对 ，A 你一下，卡你一下。大家总会有那一次。对啊，对对了。哎，一辈子就心态。我主要担心就是，刚鹏哥讲，孙鹏讲说那所谓的好玩，好玩。跟那个所谓的报复，因为有些是我以前主持婚礼的人，哇塞，绝对会弄他，绝对弄，对不对？那即使没有主持过他婚礼，他还没有办，但是这种交情，还有这种交情，一辈子哥们的交情，这个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要比较小心那种结过婚的，我当助理主持就好，我离婚了没关系。你不要也参加，你不要结婚，讲什么离婚呢？好玩的心态通常都是在那个已经结过婚的人身上。我要怎么来玩？因为当初我什么鸡蛋那样弄过去，被弄。对，什么什么那样那个葡萄，他们怎么玩，你知道吗？鸡蛋从左裤管进去，右裤管出来，然后不可以破。没，那个都算小，然后还要那个都算小，打来这边那个算小，然后喝下喝，哇，那个小意思。而且我们是弄破以后，还要摆在中间，然后你还要完整的这样蛋清蛋黄出来。
那怎么弄啊？有一种有一种内裤叫做囊袋内裤，那种囊袋内裤呢，它就是把男生的这个部分专门放在一个袋袋里面，对，这样连的。那你就把那个蛋就打在那边，蛋清会就往外立，只剩下蛋黄，它有一点网状，蛋清就立掉了，那蛋黄就在那儿，还不能破，然后让新娘穿起来，然后新娘再把那个蛋量砰砰砰拉拉捅出来，然后蛋要还是原来。哦，不，整新郎最狠的招，最好笑的招是什么招？最奇怪的。你先休息一下，这个挂掉。我看到最狠的就是现场做啊！我看过最狠的，宾客都在啊，宾客都在。哪一的啊？这是哪一国？没有，闹洞房的时候了，不是在。你怕吓死我了！来来来，那个新郎敬酒了，我们不要一直在聊酒席了吧？再聊酒席，他的对他离不开这个房间，有大家面前坐。对，但是盖被子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盖，没有盖被子啊？对。就是太那像收票啊，那应该比方说，就是新郎的，就是他们算福地挺身高度，然后把那床单棉被拉起来，就这么高，就新郎的屁股会露起来，这样要算，对的，啊，就是那个高度还看得到新娘的一点点头发，这样，在枕头上，所以他新郎当场做是被闹洞房要求的，对对对对，哦，结婚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但是结婚有一个步骤也是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，那就是求婚。求婚是怎么求的？你是怎么求婚的？我就是问我，就在我挑了一个花前月下，然后月黑风高的晚上。月黑风高啊？哎，没有。我也跟你差不多，摸都要睡过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空寂寞，过了好时光啊。然后就问我女朋友，当然我也是跟一般的人都一样，就是抽了一口事后烟，这样。要演，亲爱的，你愿意？死后葬在我家祖坟吗？这什么求婚啊？真的这样讲啊？没有，类似，当场就答应你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求了几次？你用这样的方式，谁敢答应？我几个敢答应？你求婚求了几次？他是问说，那什么时候结？那不就是答应了吗？好了，我。开玩笑，那是你也少喝一点，对呀、啊，不是我讲真的、啊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讲个笑话，结果大家都没笑，我也很尴尬。真的笑了，讲一讲，真的怎么讲 ？OK， 就还是一样那句老套嘛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不能保证我这一辈子给你大富大贵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受伤害。再问一次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不愿意。然后呢？然后可感动？怎么回答哈、啊？那天我也没有戒指可以给他戴上，然后我在，反正就大家开始起哄，哎，啤酒罐那个易开罐什么什么，就另外一个餐厅的朋友，店长，就拿了后面他们那个绑猪肉那个送的快递那个、绑猪肉那个、橡皮筋，那一条那个塑胶袋那种，啪拉下来，就缠一缠。哎呦，你好，橡皮筋，你好，上海的。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？什么机会？让我在这边求个婚。我们都是男的，我们没有在跟你搞这种。来，跟明成一下。行吧。我想，现在是一腿跪，我现在两腿跪。对，导播，对不起 ，take 他一个人，这样弄我们变家长，好不好？哎，突然一下，一块那一阵，家长了，不要搞笑，不要搞笑，好，所以听我，听你，对。他说去年要嫁给我了，到现在没嫁，真的吗？听你，听你，听我，听他，听不听？小刚，听不听？听，哦，他说去年要嫁没嫁，对。对，来，导播麻烦那个镜头也配合一下。对。Music。这边能给你的不多，
只有我全心全意的爱。我现在不是跪在你面前，我现在是跪在我爸我妈，你爸你妈你继父，求你快点完成我们两个的婚姻，让我有个归属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世界就是你的；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只有我一个人走入黑暗的深渊。谢谢你陪伴我。好，掌声鼓励起来。我求婚不成的话，我一辈子再也不来国光帮帮忙。是，这个节目也做不了一辈子，好不好？